已经拍30克的老铁啊，主播跟您说声对不起了，因为咱家这个发弹木瓜子仁现在都已经发到了50包啊，现在呢是个位数的价格，整整到手50包的，它每个呢都是这种精美的小包装啊，一粒的小包装。看一下，中间呢是一整颗巴旦木啊，周围全是这样的瓜子仁，特别酥脆，这个，酥酥脆脆的啊，特别好吃。每个上面都有一颗完整的巴旦木，而且它这个表面啊没有多余的糖分，配料表很干净，只有巴旦木还有瓜子仁。关键咱现在个位数的价格啊，整整到手50包的啊。